这是一首甜蜜的爱情故事歌曲，也是词曲创作家李志忠老师特别为陈雅雅小姐所量身定做的第三首歌曲。在2018年呢，这一首歌呢，第一首歌曲是叫《天伦梦》，还到对岸的参赛，更幸运的是入围了旺旺校听奖了，哇！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加尖叫，欢迎陈雅雅。